我也不知道你为啥要在地上打滚。哎呀，你自己说呀，你自己粉丝说呀。你不要逼我啊！逼我回头毁了不是我，毁了不是我。我跟你讲，你毁的，你以为你毁的是我吗？这乌鸡风力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乌鸡风力挺。乌之梦，你不是不是乌之梦啊？哀莫，你真觉得你在你问这些问题毁的是我吗？你问这些问题，老板真丢人。我觉得不丢人，我不觉得一点都不丢人。咱不听他的话啊，直接这么远都能那个啥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！如果你们觉得我丢人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家人们，他说投资50万没有，啥意思呀？啥意思呀？喂，阿姆，啊？没事，我们当面对质，把事情说清楚啊，说清楚。阿姆，对他要这样说，害的不是我啊！我首先我先澄清，你自己想清楚，你要把所有的事情扒出来，害的不是我。你再给他怼，啊，再怼那个过。啊？这样。你觉得你把这些说出来害的是我呢？那你尽管说，我接得住啊，接得住啊。你要觉得就是你把这些什么都说出来啊，我接得住，我接得住，害的不是我，我只会告诉你啊，害的不是我，害的不是我，我只会告诉你害的不是我，就完事了。好了，哥。该说不清楚，对，我就说不清楚。大家摊牌，我的话我说不清楚啊。我一点都不担心，你要想这么玩，你们要想这么玩，你就大家摊牌，没啥事儿。你这个香的。哪边的呢？你别掉地址我了。哥。爹。哥。哥阿姨，你不要去添乱啊，消停点，不要去添乱。本来大家又没有什么生死仇人一样的，啊，对不对？阿叔，阿姨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仇也没怨，你不要去坑人，你坑不了我，我告诉你，你坑不了我，你只会坑别人。我坑你啥了？我说你坑不了我，听明白？你坑不了我，反过来讲你会坑别人，我就这么跟你说了，你最好以后消停点，你别拿我说事，回头又大家吵架，能听明白吧？我希望你能听明白，你坑不了我，如果你能坑我，我怕你，我一点都不怕你，你只会坑别人。只会坑别人啥意思呀？看不懂。我的话，我是文盲，我才读六年级的。我无所谓，我什么都可以给粉丝讲。那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我什么都会给粉丝讲。我希望你啊，遵守游戏规则，不要老往我头上去扣这些事儿。那我不说了啊，那我不说了，对对，我怕你啊，我怕你那个啥啊。我咱们今天说清楚，以后你觉得你能跟我处，咱就处；以后你觉得处不了，你别提我，我也不提你 ，OK 不 ？OK 不？我不说了，反正叔叔一个姐妹，我不说了啊，叔叔一个姐妹，你们该相信谁相信谁啊，我不想说什么。能不能我们两个说清楚？以后我如果说我说你坏话，你截图啊，你说你的话。哎，说不会一个，行不？哎，全莫那个啥，我不说了，我怕那个啥，知道吧？我咱们今天连麦，把事儿说清楚，能处就我说多了的话，是下一个节目。我现在我朋友一个，他那个啥了，给他挂了吧。没事，是下一个节目。说清楚再挂，好不好？我别到时候又在直播间里嗷嗷叫。说清楚。咱们以后谁都不提，能行不能做到不？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